快上天了，上天了！准备。腿抽筋了，我跳，我还抓到成日都冇成，一日欠咗他妈的一辈子个活该。What's going on here? Come on, guys, go back to work now. Come on. Are you all right, man? Okay, okay. No, take a break now, okay? Take care to see if he needs a doctor, okay? Okay. 哇吓，有咁多条添啊！唉，即系凤凰唔要得啦，验翻佢得。是人奉我，龙游潜水，有咩大不了啊？做咩啊？莫讲嘢，讲到唔问啊！你上海话真系听人耳都侧嘅。我都讲，我唔系上海人，我系山东人。山东走去安徽，安徽又再去上海，上海又翻回安徽。打仗嘛，就是乱，天乱地乱，人更乱。你懂不懂啊？懂啊，懂啊，懂啊！打仗嘛，世界大乱嘛。喂，咁你依家使唔使睇医生啊？冇事。唔死得噶！电池动千脉呀！哇！领事嘅仔唱苏生使飞嚟喎，麻麻地啦，算系有扮有赢吧。得啦，上海佬，懒醒咁。天哪，直动带过了黄粱吧。Well, it sounds like the cook sings better than me. Really, come and join us.我们一起唱啊，请。天哪，直动带过了黄粱吧。Bravo.不由得心如宝，两泪如麻。月荣，多亏你上海杨老板的介绍，我在这儿的美国领事馆好歹找到份差事，凑合凑合。哎，真好。哎，喊你干啥呀？沈月荣啊。啥地方去的呀？哦，香港。香港去的。大妈，哎，叫玉龙的师傅。来点银器。谢谢啊。不客气。又是香港来的。香港来的，那女人来的香港。我有些旧部沦落街头讨饭，连他妈讨饭的碗都没有，就拿一份报纸，讨饭用它，吃饭用它，擦屁股也用它，很多人都他妈自杀了。我操！先生，先生。我哋粗口系唔会帮人写噶喎，佢系我老婆，有咩关系啊？老婆唔讲粗口，他还以为收错信。随便你，随便你。你来香港的旅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决定了没有？别再想了。你跟女儿待在上海也是瞎的，不过你要当心，行踪要保密。从前找我的人，现在也他妈会来找你。阿龙又来信了。对。妈，我决定了。哦。
决定了就好。如果我再不去香港的话，可能就真没有机会了。阿龙在那边已经帮我找了工作了，我一到香港赚了钱就寄回来，这样这两个小喽啰头就能在这里念书了。嗯，啊，我们攒够了钱马上就会回来。唉，其实妈是明白的，你早就该跟他走的了。那个时候妈也真看漏了眼，阿龙这个小伙子倒是有情有义的。月荣，家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这里有十个鸡蛋我都煮好了，你带在身上。我都跟人家打听过了，从上海到广州一共有十个站，你每到一个站又拨一个，吃了肚子就不会饿了。十个鸡蛋吃完了心里有数，你就下车，这样子你也不怕误站。嗯，妈，嗯，妈，玉兰过来，来，妈妈这里呢，给你们一个人五角钱啊，这五角钱你们要慢慢用，等到用完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真的？真的。快，月荣，快要上车了，月荣快点。阿龙，我会从澳门偷渡到香港，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像我那时候十五六岁，家里把我嫁给了个陌生人，稀里糊涂的就生了两个女儿。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打仗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这次我豁出去了，不会是另外一场梦了吧？
草草埋了我男人，这气还没喘过来，婆婆就骂我命里带刀，克死了他儿子，还生了两个赔钱货，说要把我们母女都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不可能。我带着两个女儿跟着逃难的人群逃回乡下老家去了。来人了，马上到家了啊。家的女人也真命苦，从小我就没见过父母，月荣又是个遗妇，现在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父亲。月荣都回来了。罗大姐，我哇还这么能吃呢。玉兰过来叫裘大姨。裘大姨，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茶叶蛋。嗯，萌萌，这个是下给你的。看，哇，来，还有啊，很好吃的饼呢。是什么好意思啊？月荣，哎呀，你上次让我给你打听的事儿，我已经给你打听好了。哎，妈，我跟他上去说点事儿。哦，好，上去吧。你信我一句，别找这条路。那不行。我没路好走，现在连老大都不跑这货了，没人跑这货才好，价钱高啊。有钱赚，老大会不去赚吗？检查站最近查得特别紧。嗯，我一个女人家家的，没人会怀疑吧？嗯，你家走了，哎哎。都他妈退回来都不要了。为什么？这打仗，现在这个上海先生大赛也不举办了。大哥啊，别生气，这个仗啊很快就能打完了，打完仗后啊很快就能采选这个上海先生了。妈的，长官，大人，干什么呢？跑单帮的。这是什么？冰糖云片糕，我是拿到对岸去卖。冰糖云片糕，怪不得那么多苍蝇飞来飞去盯着它。对，甜，苍蝇喜欢。哎，那就怪了啊。苍蝇为什么只盯着上面那层，下面那层不甜吗？打开看看。哎，哎，让我来。
你的冰糖云面糕正黑了。对，云面糕黑，陈云倒也黑。一个女人带着小孩跑黑土，胆子不小啊！要做大牢的，你懂不懂？家里没得吃，到大牢里还要惨，是真抓了，好歹还有一些东西填肚子。胆子大，人也不简单。跟我进来。要抓你就抓吧，不过把我女儿也抓进去，这样好歹我妈也能少照顾一个。妈妈，我们去哪？家里还有什么人？一个小女儿，一个妈。就靠你一个人养活？我不养，谁养？你男人呢？死了。最近的事儿，有什么差别吗？反正都是死了。走吧。啊？我说走吧。反正这年头，我也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走走走。等等。啊？那怎么了？你的冰糖云面糕，哎，你饿了吧？别怕，拿点东西吃，啊，来，来吧，来，玉兰，来呀，玉兰，别怕，别怕，去，别拿，多拿点啊，不许拿，想拿什么拿什么。让他拿，别拿了，走，走了，玉兰，不怕不怕啊，多拿。玉兰，走，快点，玉兰，走走，走不行，反正这黑土也快不管用了，就让我这么去吧，实在是太痛苦。你啊，就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别想，懂不懂？可这黑土太贵了，你为了我的病把钱都花光了，事情不好，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吧。别担心，钱我多着呢。啊，黄泉，七巧，快跑去！爸，啊，回来了。爸，嗯，战马不装，
怎么了？我明天要出差去了，家里要靠您照顾几天。出差？怎么又出差呀？真是，你这干的是什么差事？游击队就窝藏在这个地图上的红圈内，竹林旁的河边。报告说了，人数只有三几个。你们五个人五杆枪五十发子弹，要杀光他们，小菜一碟。你们都看清楚了。好了，对时，对时。现在是上午11:17，12点整出发。是是。哎，你怎么了？我的表上个月缺钱，抵押了，得交房租。那你呢？我的表上面还没发给我呢。那就别对时了，出发。做特务，连他妈块手表都混不上，真丢人。河、竹林、红圈就在附近，准备了。来点酒。动手！走走，大哥，快走！好，这就三几个人。追！追！追！他跑了！追！跑！我把雷兵跑得让！追！拉比，拉比，拉比！不能说，马你个子，快讲！我到时候保得了口，保不了头。
白闹，闹够了没有？小孩子懂什么呀？冰糖玉面糕。像他们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懂，还能瞎开心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你怎么来了？方长官，我认识你们家阿玉比你还早20年呢。我知道你是他男人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哦，三姑娘啊，原来你已经回来了。阿公。啊。你们两个过来，见过你三表姨娘。三姨好，三姨好。乖。阿玉啊，一直说要来看你的，说是等有空就见，等到有空再见，你怎么就走了呢？但全用光，任务全失败，你五个去三个回，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把我开了，所有黑锅我来背，行了吧？什么？你说你不干了？对，这特务的活老子不干。不干？我们这一行里没有不干这回事。我说不干就不干。好啊，有胆你试试吧。我当然有胆。你把组里欠我们兄弟的粮款马上还清吧。等上面的钱一下来，我马上就发。再说为了救你们几个出来，我已经花了不少了。救我们？那当然了，要不是我暗地里给他们塞钱，日本鬼子能让你们赔斩了事，早他妈人头落地。要不是你的情报乱七八糟，我的兄弟他们怎么会五个去三个回，有一个还是被活活吓死的。你轻点，随便你。不过你记得，你要是出了这个门，不管谁对你怎样，游击队也好，日本人也好，不管谁，我们可保不了你。你们能保什么呀？我看你连自己的鸟都保不住。月荣，我会在岸边等你。你别想那么多，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欢迎欢迎，叫方长官。真是不好意思，坐的时间太长啊。弄什么？我爸说了，我们两家都是丧家，去别人家会被人嫌弃。我们两家人五十常相见吧。嗯，话是这么说的，但是那天渡口的事，我总是要谢谢你的呀。谢什么谢啊？哎，我来吧。哦，你不用。是什么？冰糖云片糕。过冬至嘛，总要给小孩子们吃点甜的，对不对？俺们快坐吧。是，来吃饭啦。小孩子们，来，来来来来，阿龙你也坐吧。你不坐，三姑娘也不坐。坐吧，来。来，随意。来，好，来随意。嚯，一
的随意就是干杯啊，厉害！你才更厉害呢。来，哎，我告诉你啊，我爷爷从前在山东就是开酒庄的。是。我四岁那年，掉进了一个大的酿酒缸，差点没给淹死。还好意思说。后来呢？后来我爬了出来，昏睡了几天，醒来以后就爱上了喝酒，一喝喝了几十年，一天没停过。没出息。真的？真的。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开始喝酒的？我没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男孩，所以我的名字叫月容嘛，改的都是男孩的名字，但没想到我生出来是个女的，然后就很失望，我妈妈就很失望，我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大。所以我啊，我是个女生男命，命很硬的，命不好。做人嘛，什么命不命，别信命，信自己，你懂不懂？来，我们喝。嗯。哎，小王八蛋，瞧，这是高粱，飞马牌山东好酒，加点辣椒。好，辣才痛快，来尝尝。来，怎么样？哎呦，哎呦，你也来。好辣！哎呀，毛头小孩，你让他们喝什么酒啊？你也想让他们长大像你一样啊？一身的坏习惯。啊？这坏习惯分两种，是吧？有好的坏习惯，有坏的坏习惯。男子汉嘛，好的坏习惯该从小就学，你懂不懂？啊？啊？来，小喽啰头们，小丫头们，来尝一尝。来，玉兰。你快点，演一下来。哎。哦，三姑娘啊，小男孩从小喝点酒也就算了，这小女孩从小哪能让他们学喝酒？女孩子馋要尝呢，尝一尝以后就知道什么是坏的坏男人，还有什么是好的坏男人。好，说得好。来，啊，来，我们看谁喝得快。好不好？准备啊！好，准备。嗯，开始。哎，哎，啊，来。哎呦，里面那么多辣子呢。来，我不干了，我要到上海去，来个大翻身。有魄力啊！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龙，这个乱世哪有龙啊，只有虫。不过无所谓，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手要用力，腿要绷紧。第一时间发射，我开枪永远第一时间。试试。我开枪比第一时间还快。你开枪这么快？这枪送你吧。送我？那你呢？我还有一杆。嗯，瞧，这两杆枪是一对。
好汉英雄困天堂，不知何日回故乡。有名的贬谪，无名的不孝。你慢走。真的吗，房先生？对，陈伯母。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想，我的女人和月荣的男人都不在了，我带着两个儿子，他带着两个女儿。如果我们两家人能一起生活，那么风浪再大，也有个照应吧。陈伯母，你看。这可是我房家两代家传，我现在送给您做定亲礼物。
我这里还有大米、生油、四川红辣油，还有这个我刚打回来的山鸡，你看多漂亮。方先生，您可以告诉我后面的那副对联写些什么吗？您不认得字吧？认得，我认得字。真的？那你认得多少个字？六个。一二三，大小口。我们家月荣知书达理，三国水浒十几万字他都懂的。这个我小时候爱捣蛋，书念得不太好，但是我这个人挺聪明的，音乐手艺拳脚功夫全都好。这我都知道，我都打听过了。白天你在检查站混一份差，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就算了。可我还听说您经常不务正业，整天神出鬼没，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跟人家打架生事。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养我两个外甥女儿？到时候你们一家六口日子怎么过呀？陈伯母，方先生，您请回去吧。趁月荣他的鱼还没有煎好出来，请您把这些一并带走。好。可这个玉坠我是送给月荣的，麻烦你转交给他，谢了。当一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当一个当当一个当当。妈，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以前要我嫁给他我就嫁了，现在我自己找一个你又不要我，你干什么？你想当里个当当，哎，不是六个字，是九个字，是九个字，还有防盗龙，防盗龙，防盗龙。他是个分得清黑白的人，他对我好，他对我好，你知不知道吗？他对我好。报销了，回去报告，奖金按一分作五。找爷爷去。爸，阿龙，这是怎么了？谁干的？自己人。一定是自己人，自己人下这么黑的手，他要杀你啊！我知道的太多了吧？想吞了我的粮款吧？怕我告发他们肮脏臭事吧？他妈的，谁知道？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爸，啊，你拿着，
你带两个小孩先去舅舅家。那你自己呢？风声过了，我去找你们。爸，如果我失踪了，你不要找我。啊？如果我死了，两个小孩，往后就麻烦您老人家了。没这么严重吧？真的这么严重？爸，我走了。别告诉人我出事了，你就说我本完事以后马上去找他，你叫他一定要等我，记住，让他等我，一定要等我，记住了。小王八蛋，别哭，男子汉什么都不怕，懂不懂？懂不懂？兄弟，哎，兄弟，请问哪条路是去南京的？这条路对了。哦，我还以为这条路是去上海的。啊，不是不是不是，上海要走这条路，上海嘛，我熟，经常去那边做生意。幸亏碰到你，不然我就走错路了。谢了。哎，老兄，腿怎么了？皮外伤，没事。我看你这腿流血流的还挺多的，你等着，我给你找点药。啊，不用了，小兄弟。别客气，我这木头车上啊，什么都有啊，就是帅。不，真的不用了，而且我身上没钱。嗨，钱什么钱？我送你。哎呀，还真是乱呐。不过乱中有序，乱中有序。我看看这刀尖药不行，木鳖人也不行，不如来点山草药吧。啊，哦对对对，我上星期啊收了好多大公鹰跟三板刀。兄弟，你的体质是属燥还是？兄弟，老兄。奇怪，去哪儿了？老兄，你不是要去南京吗？小兄弟，我不是故意瞒你。哎，别说了，别说。哎，腿伤得挺重啊。是，中了一枪。那我带你去医院吧。我不去医院。不能去医院。明白。那子弹头还在里面吗？他妈的，应该是吧。你相信我吧。什么意思啊？我看过很多书，知道怎么样找弹头，怎么把它拔出来。真的？但我没试过啊。那你就试试吧，我相信你。好，等我一下啊。
这是什么？磁石啊，找子弹的位置。哎，找到了，找到了啊！哎，你要先喝口酒吗？好。来了，好，来吧。来了啊，来吧。哎呀！啊！阿龙。不见了以后，鬼子很快就打到乡下来了。村里的人都得拿黑布把窗户给蒙上，女人出门得用锅巴把脸给涂黑。有光的地方就有危险。月文，不如你还是跟我去上海吧。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你这样等下去值得吗？当然。月容，你就笑笑嘛。哎，侬晓得吧，侬笑一笑，小费多的嘞。哎呦，朱大子来了。哎，来来来，开始下注下注，来吧，你手摆动，你手摆动。其实呢，谁都知道姓房的很多女人的，你只不过是她其中一个。那是以前的事，现在她就我一个。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的男人可以改邪归正，每个男人呢，都觉得自己下一次会赢。哦。哎，今天生意好吗？哎，时势不好啊，这穷人穷的连半点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富人呢，就不需要变卖。哎，这真叫贫富不均，社会不稳呐。我也得改行了。来，来一支，来。萍水相逢，没什么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来，尝尝。萍水相逢不言谢，这蝎子啊，还是你吃吧啊！哎呀，来了！找谁呀？你们来找你。哎，你找我们月容干什么？我们是来成亲的。成亲？我们家罗三能看中他，那是他的福分啊！不可能，我们家月容早已经成亲，还有两个女儿。他的男人已经翘鼻子了。哎，要干什么？按照我们乡里的规矩，这种女人啊，谁都可以拉回去做小老婆暖被子。你呸！去他妈的规矩！我才不要你这种畜生的暖被子。老三，她就是我们那天看到的婆娘。又怎么变成了木叶茶了？玉柔，女人不笑，男人不吵，这个就是有味道啊。你敢上来？好，小辣椒，新老公来了。你闯房间！他没开枪啊！救命！你怎么就开枪了？我发枪永远比第一时间快！我跟你们忙，等着。月容，月容。
月容，放下。月容，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呀，月容，你把放下呀。这个家待不下去，你搂不住你了，你把孩子交给我，明天一早你就坐船到上海去，好不好？打听到了吗？阿龙，你听我说啊，怎么了？小孩出事了吗？我爸呢？不是，你爸和两个孩子都没事，躲回舅舅家去了。那我女人呢？你女人叫陈月容吧？对，月容她怎么了？被当地的土豪抢亲了。抢亲！我操你大爷的！官逼我，贼也逼我。你去哪儿啊？宰了他们！可我还打听到你女人已经逃去上海了。上海？啊！我去上海找她。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上海我熟，我带你去吧。慢点儿。你急性子！太急性子你！你怎么知道死人我见的比你多？饿死的人，他的眼睛完全是发灰的；冻死的人，耳朵是往上缩进去的；还有吓死的，嘴巴周围都是牙齿咬的血痕；还有被砍掉头的，脖子的肉被缩回去，一点血都没有。等着刽子手向前，一脚把他踢翻，唰的一声，血他妈就喷出来了。我杀过人，什么党派都有，说不定哪天随便一帮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背后。站长，可是冯道龙这种人一旦疯起来，他是既不要钱也不要命，留下来总是个祸患。阿龙，我等不及你了，我连夜坐船逃到了上海，我怕水怕得要命啊，在船上晕得我呀又呕又吐。我现在上海跟萧凌一起打洋工，我们还取了洋名字，我叫丽丽，萧凌叫露西，
你喜欢吗？叶柔，周师傅来了。哎，乔大姐忙呢。啊，叶柔，哎，来帮 Mrs. Bar 试旗袍啊。是啊，每天都跑街，辛苦命。我这里有些生油、白米，我自己人在家，也吃不完这些，拿些给你们。啊，不用了，谢谢。拿着吧。周师傅给你的，你就拿着呗。对对，拿着吧。要不这样，我先替他收着。这是给你们的。啊，小林，那就谢谢了。好啦，汗马，杀他们去！你这样叫来叫去，月荣和周师傅都没办法聊天了，知道吗？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收旧货的。你小子应该是个读书人。人生逆旅，战火连年，命运收买我，我收买破旧。操，真他妈够文艺腔的。文什么艺啊？你呢？嗯，你是怎么干上那个？命运收买了我，我收买了。他妈的，一辈子什么都收买不到。笑！现在连女人都不见了。慢慢来吧，总会找到的。哎，这个星期你还没给安徽写信呢，有什么话让我替你写？嗯，你就写，陈伯母，你大概不会告诉我月容在哪，我只能每天乘不同路线的公车。希望碰上他。从前我确实是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但现在我只想跟月容在一起，从头再来。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伯母，我是个粗人，但现在是乱世，反而更能生存。月容啊，嗯，都过去那么久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再等了。你还年轻啊，有翅有膀的，你可以飞的。嗯，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山丘给我春光。你呀，怪不得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鹅，还有你这种鸟人呢。心上的人儿，阿龙，我托人在安徽到处打听你，都没你的消息。有人说你失踪了，有人说你这个人啊，本来就是神出鬼没的，有的干脆说你已经死了，让我死了心吧。啊，我是该等下去呢，还是不等呢？你到底在哪儿啊，龙？你到底还在不在啊？
Emma. Goodbye, Lily. Bye. Thank you so much. Bye, Rose. POS， 嗯，永路334楼。好，好，那个，有人啊！来了，来了。嗯，那么浪费呀、啊。送哪儿？龙华路33号4楼。周师傅，等一下。辛苦你了，周师傅。嗯，荣华路33号4楼，荣华路33号4楼。胜利拐杖。胜利巴士离开。胜利巴士离开。胜利西公子，打开列车门。胜利西公子，打开列车门。以后都不要再抽烟屁股了。我想回家。
大爷！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要杀就杀吧。杀人了！你回来了，你给我来。杀吧！杀！杀！啊！三十多次，必须要输血。平常你们同志遇到这种事情都怎么解决啊？买黑血。黑血？黑市的血，但是很贵。200万，不当拉倒。加上这个，应该够了吧？挨着玻璃啊，玩具普通来贴一堆，普救衣裳九件，600万。兄弟，这个钟是几代家传的，走了好几十年，从乾隆走到民国，民国走到现代，从不差一分一秒，真是见证着历史。对啊，这么一个和历史并肩走过来的钟，我们也要换4个蛋吧？一个钟2蛋。2个蛋？哎，你看清楚啊，这个是钟啊，不是表。哎呦，你说这年头我拿个钟有什么用啊？我说了，这不是钟，这是历史。历史，那更没用了。喂，你就那么狠心，眼睁睁的看着我白白被饿死啊？你能饿死？快点！行。哎，说了4个，就4个，走了。哎，我看呢，这里的男人都给你收买了。你要说收买的本领？会比你高啊，月容。哎，周师傅，你试试这旗袍，看合适不合适。哦，这旗袍的料子真是别致啊。是，这是我妈年轻时候亲手缝的背面。那天我见你把衣服都当光了，就想不如把它改成件旗袍给你。你看，款式怎么样？试试。周师傅，你这旗袍你还是留着吧，将来也许能卖了，一定能卖得好价钱的。月容。我是个明白人，
不管你决定怎样，我都能接受。这衣服你就收下，就当个纪念。你先忙吧。送水了，王太太家，两桶。知道地方吧？知道。那我走了。嗯。邱大姐，哎，我没水。好呀。来，快来，买水是吧？陈月柔，嗯，从今天起，我要戒烟。戒酒，戒晚睡。没事吧？你这是干什么？啊？啊？人家都说，抽烟喝酒晚睡，老得快。哎、你过来，我有事儿跟你说。打架都打成这样了，谁都老了。哎，我问你啊，嗯，我跟他比，谁大？他。谁呀、啊？他啊？哪个他呀？阿华。哦，阿华呀。嗯。啊，那当然是你小了。你看你，
现在像个小姑娘似的啊！哎呦，你认真点好不好？是认真的呀。香菱啊，这年头啊，要遇上一个喜欢你，啊，你又喜欢的人，多不容易。哦，难不成你还要硬拽着他？先生啊，能现在贵庚啊？是不啦？哎呀，邱小玲，邱小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你有今天，平时都是谁呀？老是在说我什么死心眼，什么鸟人、笨蛋，是不是你啊？这不一样吗？这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我初恋。这有什么不一样的？阿龙也是我的初恋。得多拿一点，为什么？如果不多拿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是当票上的人干的。他们到底是读书人，当贼也特别聪明。这是小偷对付强盗的最佳方法。好，多拿一些，庆祝物归原主，跳舞去。饭店，我们来了！哎，大家来吧！来，小林。哎。哎，来，干杯，干杯啊！干杯。No, no, no！ 今天应该说 ，Cheers。干杯！Cheers！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英文呢。不懂英文怎么在上海滩混啊？哎，那你可以教我说吗？我经常收一些英文书，不过我想看也看不懂。当然可以了，我都知道你经常喜欢看书的。谢谢啊。不用。你知道谢谢应该怎么说吗？嗯，不知道。Thanks。Thanks。嗯。说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分三个步骤。嗯。
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舌头咬在两个牙齿中间，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往外吹一口气，把舌头伸回来。Thanks. Thank.真没想到，他们到现在还佯着不放。在他们还没有大规模行动之前，我们先撤了。撤？去哪里啊？明天早上去安徽接上几个小孩，到香港去。香港？我们人多，得找辆车。我们哪有钱买车？小偷对付强盗那天，我顺手牵羊，牵了几条金羊。方正官，有你的。这么快就收拾完行李了，反正不知道离开多久，轻装上路。你在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你到底要干什么？阿华，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是不能告诉我的吗？好，我告诉你，但是你一句都不能说出去。阿龙跟月容更是一句都不能说。爸，小花子，小虎子，快出来，滚出来！
难过。我们肯定会找到他们的，好吗？相信我。早晨六点整，有一帮开往广州的列车，你们应该赶得上。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什么？你不是也一块儿去香港吗？阿华，怎么了？我就不去了。为什么？我要留下来，还有事要办。老大，你说，去办你要办的事吧。办完了，我们喝一杯。一言为定。萧林，难道你也不去了？路怎么都被堵住了？这么看来，六点前怕是赶不到车站了。不然你们在这下来，随着人群走过去，或许会快一点。不行，我们还是得一起走。怎么回事？有点不对劲儿。国军要撤退了，前面设了关卡。阿华说的对，我们走路会比较好。那我留下来陪你吧。不用。帮他们拿行李吧，如果误了这一班，就要等到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才会有车。老黄，保重。我在车站门口等你。好，门口见。等等等等。
一听，安静，安静，都给我安静，都他妈给我安静！阿华，这手表到底怎么回事？替我的共产党员朋友运送的。什么？你还记得那个替阿龙输血的医生吗？他就是个共产党员，他们每次行动都需要对表，可他们一直缺手表。我支持他们。妈留下来照顾妈，还有两个小的也留下来，反正妈决定妈不走了。妈，你到底想干嘛？妈去香港干什么呢？对不对？妈，妈哪儿都想去。妈，妈都这个时候了，你到底想干嘛？妈老了，这前半辈子到处跑，不停地跑，我不想再跑了，我也跑不动了，你知道吗？啊，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我们不会有事的，不去，你们赶快走了，来不及了。都是饭桶，加一个。我们过来了，全给我毙了，快点走啊！去，来不及了，快去啊！伯母，我带他走了，您多保重。去。放心啊，我把他们都安顿好了，我就去香港找你。一个星期，最长一个月。你别骗我。啊？
啊，你一定要来。嗯，你一定要来，好不好？我会等你，我会等你，我在香港等你，我在香港等你，你好不好？我们会重新再开始。我跟你结婚，好不好？生小孩，一生一世。别管风浪多大，你一定要勇敢。你心里就想着我，我等你，我就在对岸等你，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快点点，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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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走，快上去，快，快点走难啦，快，快点点，快，快。扔下去，扔下去，这个死我扔下去。
谢谢你，方大龙。你认错了，不是方大龙，那个方向剑。把你打满了呀！心上的人儿，你不
了。